雾峰林家传下资传承父子情。哇，这对父子也太帅！日治时期台湾五大家族之一，台中雾峰林家第九代林正廷是艺术收藏界名人，小儿子林美生近年来也投入接班。可能十几岁就开始很喜欢，但那时候有 AV 裤嘛，喇叭裤、AV 裤我都会流行，而且我会去服装店叫他这样叫我的意思设计。对穿衣风格讲究的林正廷，平常就喜爱穿着下姿服饰。对他而言，下姿是一种具内涵、有细节又具传承性的品牌。小儿子林美生从小耳濡目染，原本学医的他，后来因为兴趣改念艺术，正好能够传承家族的艺术事业。下姿在普遍就是年轻人来说，大家可能比较会接受西服、但是我认为多一个装饰的一个选择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。不过我们穿对穿衣服都还蛮讲究的，而且主要是我们脚一样大，所以家里皮鞋非常多。可以互穿吗？对啊，一样size。可以互穿。时尚动新闻看得出来父子间的好感情哎，报道。